有意思吗？有意思啊！能待你就待，不能待你就滚出去，听明白吗？你干啥？我没干啥呀。你都这样了，还没干啥呀？我就是礼貌地打个招呼。我看你是真。纸条给我。什么纸条？你说什么纸条？他给我的纸条，我为什么要给你？你给不给？我不给。我的妈的！我今天必废你！我让你在我面前造出水准。盘点那些敢于挑衅对象的战士。必杀时刻。啊！炸！不是你干啥小野，你给我撒，你得细小了你啊，得啥咬他啊。你看啥呢？我啥没看呢？你眼睛快点，你忘了戳破了。小点声，小点声，我那不批判性的看呢。用你批判性看呢？那他要不穿我能看吗？你这是一点点不要啊。不是你在外面能给我留点面子，小点。你看一看你鸡巴咋咋人穿就好看，我穿你就白看呗。我谁说的？你穿我也爱看呢。我哪次没看？昨天就没看。那是你昨天那色儿不行，别赖我。色儿不行、啊、行，你等着。不是你干啥去？回来。我去问问人家那啥色儿的，我好找个同款。你同啥款呢？那是丝袜的区别吗？这分明腿的区别。腿？你的意思他腿没有腿好看呗？那你自己说的，我可没说。行，那我更得请教请教。哎，不是，错了，不看了，行吗？咱回家吧，走。那能行吗？这才哪到哪儿啊？我高低陪你把沈阳的所有黑丝美腿咱全看遍啊、哦，再回家。不是，不是，回来。小哥，哎，我今天穿的什么色儿的衣服？黑色。我旁边的妹妹呢？她身上穿着一条黑色的连衣裙，脚踩着一双黑色漆面的小高跟，小高跟是由金属打造的。她的衣服版型非常不错，几条吊带错综复杂，尤其是她脖子上的那条项链，非常的有品味。锁扣式的设计搭配了四颗青色的小宝石，庄重又不失典雅。而左手食指戴着一枚心形的戒指，右手的中指戴着一枚墨美乌色环。美中不足的是他的这个左眼的眼睫毛啊，有点开胶了。说的没错，没错。小吴，我去趟厕所啊。你过来呀！新来两个美女，长得老好看了，赶紧来，你一个我一个。好嘞，哥们儿，我马上出发啊！你臭不要脸的，你想让我背着我老婆去外面鬼混，你根本不可能，没门儿。好看吗？啊，闻着我的脚，看着那个女的，啥也没看，看球呢，我都真能装，真醉了啊！哪有啊，啥也没有，真醉了，啥也没有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这
不到要往回看穿。手把护你的腰，不会碰到你的背，手托住你的心跳，不论向前或后退。如果你很信任我，手摆高原地转个圈，烦恼都丢掉，好像灯。不要光线有点不太好。这边这边光线好，这边光这边光线好。真真，真真，你晚上看谁呢？没看谁啊。哇，好长的腿啊，好好看是吧？走，咱们俩一块儿一起去看，走。不看，拍照拍照。这样吧，要不问人家要联系方式、啊？确实挺好，很好看。走。不用。哎呦，那就是美的事物都是被人欣赏的，确实应该很好看。走吧，咱俩一块儿。我也喜欢看美女，走，一起。我看。一起。那这样，走远了看不清了是吧？这样，我手机上我跟你说可多美女了，我给你找找。不可，我经常刷到很多美女的视频，来，咱俩一块儿看。你看，真的可不看，可盐可甜，看看。你快看看。不看。你看，赶紧拿着看，拿着看，拿着看吧，看吧。我给你台阶下，你还真不知道下呀！我给你看，你就去看。走，咱一块去。不去了。走。搁那儿给我拍照，这样。我还以为你搁那找镜头呢，可好跟。这样，你看美女，我看帅哥，刚好又咱俩出门了。不行，哇，这个帅，不行，哇，这个美你看，好帅呀、啊，帅哥！不看，真的好帅。出门以后也不闲着，也不说，哎，咱出门今天是干啥呀？不用，今天出门就看帅哥，你看美女，我看帅哥，各有各的事儿，走吧。一会儿那个到点，咱俩一块儿回家啊。这会儿散了吧，去吧。